有没有？以前没有，现在有了，多少钱？多少？7000块是农保，对，农保才有嘛，对不对？以前啥咪拢无，但是看到老化节的就我卡呀，湿一个，也个人呢下去，哇，还可以拉一些苦二福，啊，翘榔头，安尼底下过，但是咱阿公阿嬷呢？我是用手机吊歌啊，唱这一首哎，这种歌啊，就干那看美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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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黑线没当，黑是咱本土台湾人阿公阿嬷，然后我爱 Q 迄个干那不？有需要扣囡仔无？你看，你想看嘛？这敢公平？有无？咱老人会透早起来，3点半起来，爱巡田，天气冷，裤脚嘛爱迄条点着，搁一边安尼冷甲蹲着嘞，对。即种诶，咱无得着应有的福利，但是老农民呢，看病爱钱无？你爱钱无？这敢公平？这个是什么社会？今天您今天一来到家，非常有价值。我实在跟你讲，你非常有价值。咱为家己来到家来鼓励一下，好没有？今天来到家，我伫授课。您来家最主要那是讲无了解，咱今仔日。因为是咱秘书长控告美国政府，到即马，咱无可能坐伫遮互相安真捌，对毋对？所以你来到遮，坐到你边仔的人，你敢熟悉？你认识你隔壁的人吗？不认识嘛？好，我们手拿高一点，双手拿高，拿高一点。对你隔壁的时候，有你真好。有个人拍摄，你看，本土台湾人都是安尼啦。你拍摄啥？有你真好。过一拜后，没有来，别起来，牙关，大声讲，有你真好。你看，你敢手安尼帮边仔人的事，看来互相看，看恁家己的面，你看有水无？笑眯眯，对不对？有帮，是不是安尼？这就是主要咱爱努力的所在。咱拄着人，亲像阮高山祖公，哎，南无好，安尼阿弥陀啊，种个就哇，南无好。哦，高雄迄个是光复的，佫较长，南无好，安尼。我等你看咯，哦，了阿嬷就讲哪里去？你讲你要倒去？我给他那边。看到人就遐尼快乐，看到本土台湾人就是 say hello。但是咱市内内底人是安怎？电梯坐落，隔壁的人坐伫遮，用银的呢？安尼用银的，改成贼啦？改成是虾米？即种的市内内底人都看，看到一个人就惊惊，改成要抢我的钱，还是改成是偷鬼的？悲哀，对不对？咱活伫即种的世界，甘幸福，我们是不是会幸福？我们得不到幸福，是悲哀，非常的悲哀。今仔日来到家，何家在必须定。这个人锻炼咱了解台湾的代志，独，干那一条路尔，这条路安那读？法理台湾，干呐？法理会当解决台湾的主权的问题。咱已经用干净支持民进党，支持台联党，支持国民党。咱来到这，敢是支持什么党？唔是，咱是什么？
咱是政府，你要了解，咱不是党，咱不是社团，咱是政府。人拢是政府未来的官，所以讲本质你要去思考。我们是政府，我们不是社团，我们不是党政，我们是政府。这种观念一定要改。所以来到这，虽然非常的痛苦，不是六星期，但是咱为着台湾改革，需要你甲我努力了解法理的论述。今日这法理论述，无摆伫咱头前，咱永远是以前古早的咱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安尼？我高山族，我高山族住在高山族住在宜兰大同乡。我家己徛的厝，旧啊要修改也袂当，你敢知？要修改嘛袂使呢，是安怎？啊，我不能修改，哦，要拆也袂使。但是我硬啊，我硬处理，然后重新的这个重建盖完以后，马上派六部这个怪手要给我处理了。你看，阮高山族的土地，我五年不去用，我五年没有去耕耘啊，他马上就当然是归于中华民国所有。要来请我为都市要去哦，我要退休啊，要去迄个阮庄卡，请了监管所有权中华民国，你看是不是土匪？阮阿公的土地，阮的土地，凭什么变成因的？这土匪插到政府，咱所了解的。少年人为阿唔知讲，虾米讲流亡政府？但是到尾啊，经过一两天了解了啊，原来伊是流亡政府，伊是战败了，倒嘛，倒到无法度通啊走嘛，是不是？看来 SOS 嘛，找什么人？找什么人？美国嘛，美国当时啊，统帅是什么人？麦克阿瑟嘛 ，SOS 嘛。但是麦克阿瑟讲，我无管理，我一定要报告我的总统。当时的总统叫什么名？杜鲁门总统够巧呢！你看咱台湾人是足巧的呢，对不对？有人讲，咱无经验，敢会当执政？我请问的，因一千个人来到这，啊，倒卡穿什么？草鞋啊，啊，搁咧国校无毕业，啊，目睭一类安尼，嘴歪歪，针尖嘛，红大，迄种的，迄种嘛会当做咱的校长呢，对不对？啊！以前校长讲话啊，咱听无。伊嘛是做校长啊，伊嘛是做迄、那、落、個、做官员呢。你看咱的素质偌好，对不对？盖成人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卖因教讲看阮高沙主讲，我把你当人看。安尼，我想讲奇怪，伊为虾米讲我把你们当人看呢？我想结果哎，佮好个仔，我得慢慢的、慢慢了解是啊，对，伊毋是人嘛。所以把我们当成人看，我还教育你们呢。这种人格特质，你看卖，这敢是人讲的话？爸爸谁知？啊，人去台当的时，伊会叽叽喳。啊，马英九总统，啊，你自从当选以后，我都很不容易看到你。伊妈想安那讲，我不是来给你看了吗？还捧着鼻子给你看了吗？对不对？了，迄、那个啥，马，迄、那个去马家乡，啊，永久屋遐无，屏东的人也唱，无几个无吼，迄、那个马家乡永久屋遐，啊，伊讲马英九要去平遐，啊，迄边的迄个社长甲迄个理事长马上将迄个花盆啊移位，放迄、那个哎呦马迄、那个啥迄、那个永久屋的边啊吼，大家拢去，啊，去平遐了。伊姐弟遐讲安怎啊？普罗旺斯，你敢知普罗旺斯？法国啊，对不对？法国是真正是水的所在。伊姐遐哦，头目的伊啊摆伫遐坐咧讲普罗旺斯笑诶，迄拢是临时安尼搬落去个普罗旺斯呢，对不对？伊走了马上搬嘛是赶快一个哈，拍袂看诶迄个厝。这种人格特质，会当锻炼咱台湾人吗？
所以把不得把台湾全部把你弄到中国去，信不信呢？所以是爱了解，咱今天彻底了解，咱今天要解决台湾的问题，独独干那一条路呢，什么路？法律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咱台湾哈、啊、政治导向太严重了，那个政治内涵非常的贫穷。 非常的贫穷，我们看看社会都关注在选举，常务会选举的就调高一个手，有无？有啦，唔敢举手，你看，看面的知有啦。后、哦、来的时讲，哎、欸，这个这一里的给你哈，那400万拿着哈，你给我处理。这是好的一面咯、哦，一个一面，嘉宾能请我三个来，哎、欸，李六，别话者你搞讲。 太多，安尼看起来，计计成老毛。别话者，你讲啊，啊，伊讲，我只看起来100万，我100万很好哩。你若是无够遐，安怎？你会走路，我甲伊讲，你学倒来啊嘛？是没有？咱这种社会，这型社会问题，渐渐会弄来啊。所以你看，贫穷没有内容的政治，都是贪污，都是一些谎言欺骗，所以造成。 啊，我们人民生活生存的问题，所以外地谁干？不，连外地家，你看，高山作息，什么高？一低三高，你敢知？收入低，生活品质都高，瓦斯起来600几，高遐千二、800、900，哦，一斤吧。 起来，或者高下，或者一倍，你知不知？一低三高，这种的越是弱势的高山民族，他的消费越高，你知道吗？生存就造成困扰，是不是啊？呢，油啊起价啊，菜啊起价啊，什么拢起价啊，所以咱刚才讲完成的，干嘛讲啊？我们的生活能够改善？ 完全没有嘛，所以发展也会有问题的嘛，是不是？南边发电这些物件，种种都受到困扰，因为政治导向太厉害，造成政治的恶斗、政治的腐败，恶斗拢是站起来是，一摸摸安怎，都在批评，都在论断，都在欺骗，可怕，这就是咱即嘛，所以咱台湾人。 盖成一个玻璃钢来对的鲸鱼啊，玻璃钢来对的鲸鱼啊，啊，好自在哈、哦！安尼游来游去，游来游去，游来到尾也嘛是遐尔。安尼看到一个空俩，天哦，安尼哦，天空就是这么一圈而已，不知道他内心的思想跟内心的世界，伊唔知伊家己思想，伊唔知伊家己啊，他已经看不见世界，也看不到自己的思想跟精神那个领域。 没有发现他精神那是非常非常的贫穷，多可怜的人呐、啊，就物质可怜，他永远不明白真正台湾的这个处境应该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。所以我们看见政治的腐败，他利用公权力啊，然后用职务之便来牟利特定的社团啊、社团或个人的经济，他都是插手啊，是不是啊？呢，政治的关选举也是有影是。 我唔知恁恁想法是安怎，我愈看愈讨厌你，敢知？我愈看愈讨厌。但是咱以前也唔知要支持虾米人啊，啊，当初咱嘛支持民进党，民进党也抢，国民党也抢，哦，高沙族都是国民党嘛吼，没有了，他们后面说我没有了，哦，台联党的是什么？原住民党的，我来讲。 好，你们都认真努力，结果呢？你不过了，十档啊，四个十档啊，结果呢？我请问你们现在结果如何？对不对？咱踅来踅去，步来步去，步到尾啊？咦，我怎么还在这里？哦，阿妈，怎么会在这里？啊，是，那结果被日日日还不知道哦，然后被人家吃了，哎呦，我被吃了。 哦，是我们经理的青蛙很厉害呢，80岁啊，几岁？76岁。啊、哦，76岁，哦，很漂亮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
只猫刚刚给说。而且哈纳狗啊，我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哈纳狗，是不是日本名字？啊，那等我你很近的熊。嗨，你看他说他是日本人。可能他上我。哦，先去搞。哦，他说隔壁是他的先生。啊，那等我你很近的熊。好，红豆，红豆，无说。小妹阿鲁诺。我说你们是日本吗？他是。那么有证明吗？他说有，那请拿来给我看。啊，足济人拢是讲我是台湾人，哎，你是台湾人也像，真的是假的？你会当证明吗？啊？哎，拢 ID 啊吼，啊，因为美国讲吼，你我是台湾人。个大笑，我台湾人，好无给你提证明啊？提了，提了，提好伊看。阿边那读中华民国，敢是台湾人？唔是嘛，骗人诶！我该讲哈，所以腐败的程度造成许多影响啊，这些有，然后造成整个社会的问题。我们不谈这个，越谈这个，我就觉得无啥小啊，无啥好内容，好哦，无该的哈。因为所以讲见底。法理台湾是唯一的路，我们必须了解法理台湾是唯一的路。法理台湾，今嘛现在的阶段，现在的状况属于什么？大声一点。那美苏美战对不对？啊？不对哈，大声说日苏美战啊！我们看到这个起了没有？这是什么旗？好，那外面红的是什么？是日本吗？是现在日本国吗？是不是？对，要记得哈，日本国じゃない啊，大帝国修的天皇陛下，哈，天皇，哈，日本天皇。啊，圈圈是台湾的主权，仍然是日本天皇。那这一个这个台湾的中间呢？这个星星是什么？所以简称为什么？你人家问你的时候，台湾日苏美战，对不对？所以基本家有台湾民建户也租丢哈，台湾民建户也租丢，你敢知？好，来那个那个啥？咱这回来读好冇？第一点，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、苦根酸。第二，结束在台湾的占领。第三。任何的代志，咱爱遵守国际法，包含万国公法、国际战争法跟旧金山和平条约，这个是咱的根呐。我们必须依照这个，但是另外我们不使用暴力。咱今嘛占领了，不，咱今嘛夺取这个政权是要用暴力吗？要用武力吗？完全不用，对不对？但我促使各种方法，快点使台这个中华民国结束，咱顶关系虾米人？所以咱要做虾米代志？今日招4000个人做虾米？来上课，迄是美国要求的，人家做即味就好啊，不要拿枪杆，不要用暴力，马上把快点让人才。来这里经过初级班、高级班，达到4000名，啊，我们就自然的就结束了中华民国占领台湾的这一个悲情，哈、啊。所以大家速度要较紧，来了解。当然，对中华民国这一个政权，我们不合作，我会听伊的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咱请白几个月，月底就要到啊。所以阮高雄遐吼。70几台，我马上到，马上游行，游行一礼拜，让所有的人都知影。
红白色的红白的车入来啊，吼、哦、入来啊！我利用这，让所有的咱本土台湾人知影，讲无同款啦。白色的无去啊啦，红色的起来啊，对不对？红色是啥呐？代表日本嘛，吼、哦。红牌车子哈，所以我的差不多这几天这个礼拜下去就带着车牌下去了，我拜一的开始倒，我叫努力的倒。我们高雄呢预备八部哈，八个这一个出发点啊，这个联军，然后汇集在大同百货公司前面中山路，然后有70台站在那里。我说这一个红牌车子入侵高雄。大标题哈，看 SNG 会来未？因惊惊呢，哈，媒体拢会惊啦，哦，所以呢，咱是不是无敢看啦？有没有信心？有，真的还是假的？有，阿妹是有信心吗？有，没有。后面年轻人说没有讲话，你看都在那边，那后面那三个那个俊男美女起来，四个来，俊男美女，这个家族很棒啊，我们给他鼓励一下来。站起来，四位有没有信心？有哈、哦，给他们鼓励。啊、哦，我们希望高沙族也是一样认清，从今之后，我不再是被人家认为那个叫做高山族。好、哦，我们是塔卡萨库，就是天皇是给我们非常优质的民族。黑帮じゃない、蛮人じゃない、塔卡萨库。そうでしょう？嗨，嗯。みんなは日本人ですか？跳舞？哎，有影跳，拢跳舞呢？跳舞的举手。哦，有影，白擦。好啦，哦，拢会，所以讲台湾人足巧，对不对？有跳舞？哦，阿 Miss 讲哪里不好？哪么好？哈、哦，六十年来，无管咱台湾人的代志，但是呢，想是想，咱台湾的好多。对号入座，你敢在？不是你的代志，也对号入座。所以呢，被欺负、被欺压了，社会出现了什么病啊？来念一下什么病？有没有人知道斯德哥尔摩的这个症状？我也给他唱，叫我医生无？哦哦，不要遐，来搞讲者是虾米状况？哎，是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新闻报道哈，我这个爷爷啊性侵他的孙女，然后孙女还请求大人说：“啊，大人大人，让我去代替爷爷受刑。”这种行为哈，婆婆怎样哈？但台湾人受到欺辱、受到欺负，哈，上次有一个高沙族、泰雅族说。我们让关系挂这些国旗了，我家挂这哈，阿公，你们为什么挂这个国旗？难道中华民国把塞别了呢？难道中华民国教育你们不够吗？好话的公，帅哥，我请问你妈妈的老人年金多少？跟我讲，他的福利够不够？你说你爱他，是不是？被欺负了还抱他的大腿呢，是不是？我们被欺负、被欺辱了，我们还说他很好，这个有问题啊！这个就是这个症状，啊，这个症状。所以很多台湾人他已经失脑失智的行为出来了，出现了，很不用，因为一来都是惊吓，变成一头脑，无理智啊，无智慧啊。甲咱讲，咱即马台湾民政府要来到遮，伊马上安怎讲？隔壁迄呢？隔壁啥物人？中国啦！啊，按比盖成安尼安怎？甲我赶快手麻。隔壁迄呢？吼、哦！我讲恁是，哎呀，我是毋知要安怎讲，恁脑内底是装啥物啊？我讲到即马法律的问题，伊讲隔壁会安怎呢？做生意的头家讲安怎？阮做生意唔当讲，迄会安怎？你看，这种是不是有病？失脑失智的作为啊！好、哦，自己不知道，伊家己唔知，受到了一个虐待，
这个撕裂者产生变成，他产生一种心哦。哎呦，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，嗯，东西呢，开始崇拜啊，对不对？这一种认同的现象，我们大多数正常的人没有办法理解。奇怪，台湾人吼不就干呢？伊嘛是讲讲哦，不要了，保持现状啦，啊、哦，那个心态，所以我们是觉得。 咱正常人看到哈，咱怎么进行的人看是，伊是毋是笑啊？其实伊嘛是对咱讲恁一旁的人笑呢，对不对？有人安尼讲无？哦，阮太太讲，感觉我来遮，我也是，伊帮我来头，佫出来把拍一下，安尼讲你笑的呢。到即摆伊讲哦，有影你无笑，伊家己笑，对不对？咱无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我们今天。 不适应，我们必须要更清楚，这个斯德哥尔摩这个症候群就是台湾普遍发生的。我们应该更厘清台湾人的悲哀，家己好侮辱，家己好欺负，人讲哦，这流氓政府足好个，我讲流氓政府伊就讲，哦，你们这个真的是很凄惨呢，怎么欺负中华民国？啊，给你们教育，我讲笨死嘞，给我们教育。 是不是这样？悲哀的台湾人，信不信呢？所以大家去思考，咱看看，咱来了解美国这个中国的看法，一个中国的原则跟这个政策的和这个主张，国际间有截然不同的解释，无同款的解释哈。有三种的看法，啊，这个是咱来看中华民国的中国的看法，第二个是美国的看法，第三个是台湾民政府的看法。 所以第一个，我们看到中国的看法，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什么政府？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对不对？对的，要求，对，你看嘛，你看嘛，也要了解哈，要给他明白哈，哦。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吗？嗨，欧巴酱，台湾我台湾的，中国我中国我，人人我看开奈，我告诉侬，哦，今天知道了哦，明天不要给他忘掉，哈、哦，台湾是台湾，中国啊、哦、是中国，等一下我会跟你慢慢的讲哈、哦，美国的看法，阿美利卡诺呢？美国的看法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，这个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两岸的中国人让美国得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是两岸的中国制造一些混淆，让美国得知到中国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是咱职责的呢，你知道吗？让美国，你看想要来帮忙台湾，来台湾来对讲我是中国。 我是台湾，美国讲恁家己安尼，你是谁？你都不知道。好、哦，有一天，爸，阮爸爸徛伫遮，有人问我，迄是恁爸爸？可能是啦。我伫阮爸爸的面头前，佫可能是阮老爸，敢对？对，唔对嘛？对不对？是就是，唔是就唔是，对不对？台湾是台湾，怎么样？中国是中国嘛？是不是安尼？来了解。所以流亡政府在哪里？ 在台北，你看咱的国旗，这个国际的时，你敢知影？什么人反对？什么人反对？谁在反对？中国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不行，然后他不行，他马上收起来呢。啊、哦，为什么中国反对？中国知道你国共战争的时候，你是屡战屡败呢，败到哪里？ 的台湾嘛，台湾是不是他们跑过来的？他求救哪里对？我不是讲吗？刚才前面有讲吗？啊，屡战屡败，败败得到要一个求救嘛，信不信安呢？靠麦克阿瑟一号令嘛，这个要弄清楚。伊无可能，伊无准啊，伊败到拢啥物拢无去啊嘛，所以他已经败了，哈、哦。 啊，败了，所以他就是流亡政府在哪里？美国求救，向美国求救之后，美国再派军舰去载他们第一批到哪里？基隆港口嘛，第二批从越南再到高雄港口嘛。
这就是因为那旁的人，知道不？所以呢，就像那个西藏的那个达赖一样啊，一到印度的时候，他是在那边，是不是流亡政府在印度？西藏的流亡政府在印度，赶快！所以中国也知道他是流亡政府在台北。所以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一点爱了解哈。所以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民进党的看法是，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是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也就是中国，对不对？所以民进党是不是中国？因为他第一个宣章党章里面嘛，他宣告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也是中国，我们要弄清楚，哈。把这些我们根据法理，我们根据有凭有据的这个法律说明了一些真实的话，我们来看台湾民政府，不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是中华民国，都是什么？中国。国际间只有一个中国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哦，所以台湾是什么？中国呢？两个互不互相什么？我就是台湾人，有在调他安尼讲无？敢无？敢会来站起来？向迄个镜头遐，好向镜头来，我们转到那个镜头那边，向全世界人说：哎，这是直播的哦，这大家都有看哦。三声吼，我是台湾人，我是台湾人。我是台湾人，好，来，白起，我是台湾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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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嘉靖。哦，全世界有你讲，哎，恁囝也是去 TV 国啊，阮爸爸你看，阮爸爸，我甲伊讲 ，TV 国的少年人，大家拢讲，吼、哦，你是为倒伊来？伊讲安怎？我是台湾来，对不对？伊那敢有可能讲我是中华民国来？不可能的代志嘛，很实际的一些问题，我们必须真正厘清啊。以国际法中国家的构成要件是什么？你一个国家爱有一个要件，第一个，台湾根本不是国家，因为它怎么样？它缺乏什么？缺乏什么？法定的人民，对不对？中华民国人民，台湾是不是中华民国人民？他不是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日本大日本帝国天皇的臣民嘛，他把我们强迫把所有集体的把所有台湾人归于中华民国，所以因此呢，美国、英国、苏联抗议啊，你不能将这个台湾人民集体的归为中华民国国籍啊，这个是违反了战争法。你违反了战争法，这种是被当的、哦、所以呢，他没有合法的领土，没有合法的政府与外交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只是在命这个，因为今天目前台湾是美国持续的占领的土地，啊，占领的土地，中华民国只是被中国共产党战败后流亡在台北，只剩下哪里？金门跟马祖，金门跟马祖现在。你知道吗？行政中心在马祖盖得很大，知道这个信息的人举手。你看到了吗？对不对？哦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平潭岛，现在盖得好漂亮吗？平潭岛在哪里？在福建的左边嘛，哈。为什么会有平潭岛？以前平潭岛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以前平潭岛就是鸟不生蛋的地方，啊，走失以后就汇集在那里的，啊，没有水，没有电。但是中华民国知道他要回家了，他要回到他自己的国家，他认为的这个祖国，中国说 no， 你不能进来。中国说你们这一票人是问题人物，所以因此呢，我给你平潭岛，啊，平潭岛，金门、马祖、平潭岛，所以平潭岛这两年半里面盖得非常的漂亮。平潭岛一带的面积是新北市的两倍多，啊，现在盖得很好。你这边有没有人是第一批的那个流亡政府来的？去那边登记不要钱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对呀，真的啊，你去那边啊，真的、啊，
那个算什么？我们这边也有18岁就有一栋房子呢，不要钱呢，真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不要钱？老人年轻有3万多呢，加起来了哈，对，哪里不好？非常好耶，行不行呢？哦，高沙族更好了，那个年轻人在桃球，你看，他们生一个孩子会补助多少？你们俩啊？哎呦，你怎么知道？ 秘书长说过啊，你是不是想娶高沙族？他一直证明，每天讲，我是平埔族，你看啊，我是平埔族啊，因为他要一毛好想讲，一个要生一个囝100万，美金呢？对啊，哪里不好？我跟你讲，51万哈，因为美国特别告诉我们，现在台湾的总人数50万，要增加到120万，所以这中间。 爱补助，爱鼓励，给你生囝，生到180万了，都无补助，所以他们很幸福啊。所以快点结婚哈，帅哥小妹，啊，你马上一生一个宝宝1000，就是100万，因爸爸的头球，吼、哦，我这四个囝，那是娶了嫁的时，哇，你生一个，哎，你好嫁的，免头球好嫁，吼、哦，你要翘卡。 所以，但这个就是有的讲哈，台湾民政府是因为遵照美国的要求，补助一种弱势团体，到120万了，咱就差不多啊，也是同仁。但是咱嘛是足好个啦，以后咱招招去佚佗啊啦，一个月3万几，咱佚佗袂歹哈，足好个啦，两世两世，一当一摆去澳洲行行，咱团都是台湾民政府的老人团，我你好你敢知？ 起码你敢爱处理唔敢嘛，无钱对不对？所以讲这种呢，这种是一个整个改革啊，改革爱有一种法理哈来根据。所以我们看见，只剩下马祖金门尚待决定为国家，是这个尚待决定的一个国家，两者都不是国际中啊具有其他国家一样平等的国际人格，好，国际的人格，也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。 所以中华宪法啊，我每次谈到这里哈，我就想说啊，不要去谈这个，所以我就绕过去不聊啊。只是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，原本与台湾本来就是没有关联，中华民国宪法跟咱有关系不？那个哎，我爸讲，中华民国的宪法呢，跟台湾有关系不？关系哪？ 就刚民国的憲法，哦，台湾我康克阿鲁噶，所以康克奈，康克奈，全然完全没有关系的啦，哈、哦，要给他了解哈。一个中国内涵包括一件事情，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，今天，啊、哦，不是中华民国啊、哦，所以我们了解这没有其他的含义，就是代表这些而已。 我想这个呢，我就熬过了，因为这边哈，我再强调一下，这句话根本跟台湾无关呐，只是因为台湾的学者吴旧明这名的爱给成龙志先生呢，他掉入了陷阱而不知道，而不知觉，啊，把这句话解释成为台湾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啊，基于这种的误解，就要求国际放弃一个中国，这是根本。 啊，这是本土台湾人完全错误点啊！所以这个学者，我白讲啊，我们也要了解这些错误。所以咱这边家，英国杀的贝当流亡几当，65当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什么人？流亡政府，是不是安尼？台语要来读。 无声，无声。总讲内底，内底，口口咯，足起落嘛，唔敢讲，对不对？顶上的台湾人悲哀，但是伊造成安怎？世上最什么？最富有的难民群，你敢知？咱就是无声，有诶唔敢讲，造成这种诶党产，即嘛假天下。 国民党是毋是常常上阵？
以前钱是为得来的，是不是安尼？是不是咱做成的？好解，对不对？外高金属要偌久啦？顶到死为止哦！你要可怜的就是咱的家孙啦，是不是安尼？好，最恶劣的一个骗术，骗术政治。所以那还要够台干呢，还在那边复印啊，还在那边复印呢。你看，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什么？笨手，给中华民国一点空间好不好？盖相关那条整卡，你要给中华民国一点空间好不好？他教育你呢，哎，顾伟盖相跟马英九讲哎，我把你当人看呢，好要气拢赶快呢，对不对？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所以做成美国干嘛讲？想要出手来帮忙，干嘛讲？无多大个帮忙，你敢知？我想要帮忙，讲我是中国的，免来处理，是不是？悲哀就是在这，所以我们呜呼的台湾人的悲哀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更应该了解台湾法理的崛起，为法理了，让他了解啊，这条路来啊，今天黑暗，咱家黑暗。哦哦吼，免呐，好一个背，免呐，好一个背，来讲。我一家为了红，为了别个讲，伊就讲个爸，我知，我去外口买白色油擦，马上擦两公了，感觉嘛是乌，吼、哦，我无法度哪想，用白安尼擦嘛是感觉乌，因学堂上个戆囝诶。躺啊，困，没得更啊，好一摆啦。更一摆是安怎？黑暗的渐渐安怎离开呀嘛？这是咪就简单的逻辑？法理是一个曙光啊。一摆了，台湾的黑暗安怎渐渐离开呀嘛？所以啊，台湾人今仔日因为有这法理崛起了，咱开始啊，咱开始了安怎？大声讲，我安怎？我是台湾人，你今仔处理了，我甲伊讲，你大声讲，有人敢无？行伫迄条啥高铁遐？安尼，我是台湾人，我是台湾人，我是台湾人，敢不敢？我有听到哦，来高嘞，你来吃来，这高铁你吃。拄啊猫吼，看到你有打，所以咬你的后腿，啊，会听未？我跟你讲，伊即马甲你讲，你怎啊爱出爱讲我？你是台湾人，小等迄猫吼，猫啊吼，他会惊个，惊你着。来，你大声三声吼。我是台湾人，我是台湾人，我是台湾人。感谢，你看，咱台湾人是毋是有水？够勇敢，对不对？唔通阁无声啦！咱是台湾人，爱大声讲。有一天你的子孙讲阿公，你有区别，都是你出迄条声，互我有一个有互我有希望。咱爱努力，唔是为咱家己，为咱家己来讲，我嘛是六十几岁，脚麻手麻，无偌久。有一天我若是袂惊咯。我爬啊爬来到这，为着我的子孙，你知无？我安尼手安尼行，爬噶足艰苦。啊，伊卖就是一当前啊，日本参议院来到这，我带伊去宜兰，我做导览，游览车雄雄抽不勒去，我就为二楼要劈下到司机台遐，安尼了，我就休困四个月，起码是脚麻佮手麻。啊，所以当时我也感觉讲。这无法度影响，不会影响我来到这里，因为我看准了这是唯一的道路，我看准了只有这一条路才能够拯救我的儿孙呐、啊！我脚麻手麻，那无无要紧，我若是有一天无法度，我爬嘛爬来到这，为着我的子孙，安尼是不是？咱爱有这种的看法，咱爱有这种的心，今日你来到这，较有价值。无你处理，你同款是伊戆台湾人啦，吼、哦，可怜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咱要用心来看，了解我是台湾人，咱是像安尼讲，
我们常常要这样的呐喊，这帮嘛是同款。啊，有时困的是你啊，暗时明仔载回去哈，到厝的是你困，恁翁你啊，我是台湾人啊，我是台湾人，啊，让你笑呢，我本来就是台湾人嘛，有安尼这帮人给他笑，上好是安尼吼，我甲你讲，爱夹撑起来，咱是台湾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了解了，有人讲我是台湾人。但是咱手中提什么？手中写什么？啊，这什么？军阀民贵。你看，中华民国，你一定有听到以前说军阀民贵，什么人讲的？蒋介石的哈，蒋啊，伊不是安尼讲的哈，伊讲安那三民主义，哈，统一信念，统一信念，伊安那讲呢？下面人的主义，海义、海外统一信念念，你听有无？三民主义，海内海外统一信念。下面人的主义，海义、海外统一信念念。一早就讲啊嘛，你啊都戆戆，你看。一仗呢就已经亡国了，你还宝贝啊，宝贝啊，对不对？宝贝，这个嘴里的讲是我是台湾人，手提提物件，所以我时常讲啊，你敢是台湾人？伊妈想讲，是啊，我阿公阿妈拢生伫遮，我是台湾人。哦，安尼哦，恭喜。那请问你有当，你有见过他讲看你是台湾人无？有啊，提出来，你家己念看卖，中华民国。敢是台湾人骗笑，迄毋是台湾人啦。伫中华民国敢是台湾人，毋是嘛？是毋是？所以了解，你看手中诶，啊，着一千块啊，来伫顶悬写啥？中华民国。所以但是哈，也过来讲，这是新台币呢，哦，白擦吼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哦，你看护照内底，这设置国际设置啊，这就是流氓政府诶啦。这绿色啊，代表是流亡的角流亡政府的角色啊，所以咱的行那个黑的啊，旅行证是黄色的，你知道不？咱以为讲绿色的叫黑的哈，绿色是在国际护照的变色来对，咱是流亡国，你敢知？敢知呀？以前敢知？恁是流亡国，你敢知？啊，这是南门的歪理啊，有没有？这种的人好，恁拢是黑人，你敢知？有人承认拢黑人牙枪，唔是啊？有人讲无啦，我看你都比我较黑啊，我应该是黑人，对不对？我甲你讲，恁拢是黑人啦，你唔信？你有没有带身份证？啊，你有没有看过身份证的那个末角端这个？那是记号呢，你现在有身份拿出来看。咱是黑人，也阁唔知黑人是啥物奴役啊，对不对？以前黑人是美国黑人，拢是做奴役嘛。所以呢，才有一个记号，人拢唔知。哦，末脚下慢慢看，你也小可变嘞，安尼斜脚看，有好未无？帅哥有无？有啊，吼、哦！你看卖，拢有记号啦。所以你办代志，伊就知影你是黑人，你是奴役，吼、哦！咪答案单哦，咪问上了有事咯。啊，芒果阿瑞的小，啊，你妈，吼、哦，两个很准亲的吼，啊、哦，感情很好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就是说，咱台湾人奴役，啊，他把我们看待是奴役啊，拢是黑人啦。所以要了解、哦、所以从这里马关条约正式看见啊、这个状况不赶快。但是安怎呢？大皇帝啊、殿下以及大日本帝国啊、大清帝国签署了这个马关条约，就是下关条约啊、这是天皇与天皇帝啊、签的这个合约啊、所以呢，这个马关条约它里面说到了第一个。中国将管理下该地方的权利，并将该地方所有的堡垒军器、
工厂以及一切属公务件，永远让与日本，对不对？永远让与日本。然后呢，第二，台湾的全岛及附属的岛屿，澎湖列岛及英国格林尼至东经白十九度，其至白二十度，值以其北纬二十三度及二十四度，这些诸岛，割让给日本，包括这孤野，诸岛。这个日清战争甲午就是战五那个甲午战争所订的下关条约，所以我们知道台湾有金门，台湾人是不是很真实？为人个悲哀呀、啊，那有天理哦！你看到阿兵哥无？阿兵哥好侮辱个安尼呢？黑暗的一面你看穿了吗？这种的，不是我们少年人捌在做兵的牙签，我是侮辱过的牙签，拢故意吼，无啦，这人拢巧，这人都是台湾民政府的未来的人才，所以聪明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这种的侮辱看的不作，我也是看我也足心疼的呢，哦，这是什么真理何在呀、啊？台湾人都是无金呐、啊。他是满了理，满嘴都是理由，满嘴都是道理，他失真，没有真理和没有真理存在，所以我们看见真，它是永远真实的，是永远长存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东西不假，它是永远存在、永远长存的。理呢，经过人集体的研究、经历产生的知识。产生了我们平常生活的常识，像法理论书，它经过人的定，找到了一个法理的一个叫轨迹，使我们成为我们既定的方向跟目标。所以我们看见虚空的人生，因为它没有真，它满了理，所以它产生了什么？满口外理，谎言被拆，一被拆到面未变呢。有捌听过有一个被拆机啦？白沙七阮以前高雄市的吼，吼我个白沙有吗？目睭安尼看人安尼，吼，我当时还是迄种的啦，我感觉足怪啊。所以呢，他满口谎言，这是一个虚空的人生。有价值的人生不敢看，他有真有理，他真实非常实在的。咱台湾人的本质就是安尼。三一一，你有看到日本人无？无物件，要食物件拢排队，摇到要死，摇到昏倒，伊嘛袂抢，是毋是安尼？要加油，伊嘛同款排队，拢安尼无抢。但是咱即卖台湾人拢安那互相抢，但是咱早期的阿公阿嬷拢同款排队，治安非常非常的棒。这就是台湾人本质的这个非常棒，它是真实而实际的，所以我们要精算我们的人生，这是一个唯一的道路，那是法理论述、法理论述我们必须要弄清楚。那今天我们再回头，知识与生命、知识与生命很简单。有一个修理车的人，刚好有一个爱的车主啊，车派去啊，他开车开到西高车爱的修理厂，现在修理厂经过他检查之后呢，他就拿榔头啊呢，敲敲啊呢，这里料哈，引擎敲了以后，哈，车子就发动了，车子发动了，桥柱的工，阿你头家，阿你话这钱，伊讲十块半美金嘛，桥柱讲，我遐尼贵哦，那么贵啊，你敢那敲一下就好啊，我遐尼贵啊。他一直要迄个啥减价、讨价还价，安尼迄个修理厂的老头家讲，安尼好了，收十块就好了。我说十块就好了。好，你要知道在这一点，敲一下值得半块钱，而知道要敲哪里值十块钱，这是什么知识？对不对？因为有地会知影嘛，无叫你来解修理看卖。我知影这边要扩一个，伊就可能是拖还是什么物件接触问题，我。托这里你都一发动了嘛，这是知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有一位学生呢，我觉得好香啊，
啊，上公民课，听到老师要孝顺父母的时候，他感动。这囡仔非常好，啊，他不仅是十分感动，他考试也满分了，啊，考试满分了，啊，他开始就对老师说，他要立志要对父母亲，哇，孝敬母亲。他回到家里，吉别西，我说我重新开始，我也要孝顺父母，但是一门亏了了，一妈妈就给你啊，阿勇啊。伊个迄个切包羹下来，迄边搞处理，啊，迄边搞用，啊，这边搞脱，啊，讲到想要孝敬父母和妈妈安尼剥一下，我伊就开始安怎呢？挡袂掉，啊，听到妈妈的唠叨就推脱，和妈妈就开始什么？又顶嘴了。那这时候他是分的懊恼。有一天呢，他跟老师讲：“老师，真的对不起，我这边搞，我唔要这边搞。”但不料老师很诚实告诉他。你做袂到，我嘛无法度做，我嘛做袂到。你敢知？我敖讲，但是我做袂到。我甲你讲，这边安怎讲呢？一样，这个是生命的问题。这生命的问题呢，怎么样？前面所提到的知识的层面，知识可以解决啊，知识啊，有了知识就可以解决。啊，后面呢，生命的层面，知识没有办法解决的。孝顺父母是生命活出来的。那是活出来的。我们得着了这一个法理的论述，我们必须活出来，让人家知道你这个人是不一样的。要活出来，那叫行出来。啊，我们必须要行出来，我们才能够真实了解啊，今天我们实质的状况。所以我常讲说，宇宙中只有一个真神，它是信实，它是公义的，啊，它是和平的。我就常常拿这个火车头来做比较。那以前嘛，是台湾讲啊，火车头啦呀，咱来支持啊，大家拢冲啊，啊拼啊，安尼啦，对不对？非常努力。这火车头里面，它里头有什么？煤炭。火车头单是一个车，它也要啊，它也要什么驾驶台，它也要轮胎，它也要轮子，对不对？这个火车头是法理论述的组合，有你，有我。你是鬼，你是那个曲轴，你是螺丝，啊，你企业的蒸汽，你是煤炭，两者组合起来才能够发生的动力。所以法理呢，这边说到法理，它是冷的，没有感情。法理一就是一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感情呢，情感呢，它会是迷糊的，啊，情感暗淡啦，啊，拍摄啦。他就会左右你对他的认定，啊，这一点，所以我们说爱，提到爱的时候，它是什么？它是火焰，它是能力。火车头它是冷的，但是没有火炭呢，没有你，没有我，连在一起，经过燃烧，它不会产生火焰。那有你有我，点燃了以后，它产生火焰，它就产生了什么？能力，它就产生能力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一位同行都是火炭，我需要你，你需要我，来到这里看到法理，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目的，是爱台湾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爱台湾要有根基，是爱台湾，是站在法理的角度来爱台湾。可是有人称呼你们是不是同心？是不是？好，同心而不合一呢？有结果吗？嘴巴同心呢？你给你的，我给我的，对不对？那一堆的火炭不在里面，成为燃烧的火焰，它能产生动力吗？火车能动吗？不能动。你要牺牲你自己，不要有太多意见，不要太多的看法，完全消失在这个火焰里面，那个产生的气，产生的动力，才能够驱动这个火车头。我们要的是如此，好，所以你叫我叫火焰，好，一熊熊的火焰就产生才能动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是动了以后呢？啊，我们动了以后，台湾的民政府成了有动力的火车头，火车头动啊，但是会偏啊，对不对？会偏啊，我们需要法理的论述当成什么？轨道。以前很多火车头啊，再怎么找，咱们怎么走的话，走回来还是在原地踏步。但今天火车头，完整的火车头集合在这里，有法理的论述成为我们的什么
啊，轨迹、轨道，啊，有方向，有目的，好，有方向，有目的，啊，就像这个，爱使我们连结，爱使我们彼此扶持。 爱台湾共同的心，使我们彼此坐在这里，彼此认识，对不对？若是你没有爱台湾民政府，也没有爱台湾的心，你能够彼此在这里say hello 吗？不可能嘛！就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爱，使我们连结。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彼此扶持啊。我们看到你，我们要say hello 以外，我们还要扶持你。有没有需要我帮忙？来帮忙去说服你的亲朋好友，让他知道他必须要有 ID。 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行动，我们没有这样的行动，我们就没有办法。所以轨道它是有方向的，有目标的。让火车头放在轨道里面，它是会怎么样？不偏不倚，爱是有耐心、有宽容。火车轨道坐在那里，它承受了你们这么重的火车头，它没有怨言，忍耐，为的是让你完成达到目的。 它的功能是忍耐、宽容，但是我们台湾民政府有许多的，在本来我们旅行证照已经拿到了，结果在4月初发生的事情，你们有听过吗？要不然我们今天行政那个旅行证已经拿到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不够忍耐嘛，只是说我爱，我爱，爱在哪里啊？是不是？只是没有把爱彼此连接，跟彼此扶持，使我们太多太多的意见了。 都敖表的几几组组几几组组，哎，某某人啊，那某某人啊，我们干掉什么？我们干掉什么？我们来篡位，东西就抢呀，结果没成功啊。哦，这个想让你这两家亏，是不是安呢？所以必须要看见，同样有爱民政府的心，但是我们必须在爱里同被建造，我们在爱里彼此扶持，我们才能完成这条路。工顶非常困难呢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爬到了2300多，现在只剩25公尺。 25公尺，短短的眼看可以碰到的，但是已经没有体力了。你没有体力，你怎么攻啊？你们攻顶啊？你们那几个人就彼此硬，硬到遐，对不对？需要你跟需要我，啊，你开一趟完成，你到位的，人类行行顺顺的结果。咱爱努力，咱要有这种看法，所以我们需要有相当的耐心跟这种宽容的心。 我们才能够完成这段事情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。所以轨迹，它带我们，它是不偏不倚的，带我们直接之中达到我们的目的。所以今天台湾民政府成了火车头，它有气，它能动力，它完成了这一项，因为这是群体，你我在这里经过配合努力，然后达到了一个智慧可以选择这一条路是可行的，我们就能够。 根据我们的法理论述，使我们有目标带进了光明，啊，带进了光明。所以因此，台湾民政府的光明火车列车就产生了，有高沙委员会，有什么高雄州，有台南州，有台中州、新竹州、台北州、宜化东州。就像今天我们现在的状况已经成型了，啊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最终的目的是快快把什么？ 流亡政府赶出去，对不对？那赶出去了以后呢？啊，我们这些机会未来都掌握在你我的手里，因此我们就会怎么样？我们就能够脱离政治的涟漪，政治的涟漪啊！我们受到政治的涟漪，受到太多不公平，你抗议干么好？ 你搞起嘛？政府去抗议搞唔好？遐人侪人个抗议，慢因搞个安尼，淡定，对不对？那是你家的事儿，是不是安尼？台湾人遐尼侪声，伊嘛是淡定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方式、很多状况，就干那干咩无，嘛是赶快政治的建议啊，造成许多环境的污染。 好，我们怎么样减轻我们失落的负担？必须回到台湾民政府，然后以法理的论述，使我们减轻了负担，不再是受到油涨价了，是这个日用品也涨价了。
啊，最近讲啥物高铁搁要涨价吼，学杂费也要涨价。我们收入有没有高？有没有涨？没有嘛。我是短短的多短短短短短只能当，伊马上 keep 所有台湾人的啥物金库被杀个掉，查到遐啦。所以呢，这种造成你看，美国自从这个流亡政府签署了 ECFA 的时候，美国紧张了，所以美国说：“我说快一点，快一点，但想过慢呐。”好，有人讲：“好、哦、资源呐、啊，爱互阮美国，爱互阮呐。”美国安那回你敢知？你即马也是鸡卵尔呢？你鸡卵边啊，我有人米拢放遐呢。你家己安怎？都破掉变成安怎鸡嘛？你们现在快快成为鸡啊！旁边已经有食物在了，你不变成鸡，怎么会去剁那个币呢？是不是安尼？这不是爱靠咱家己四千个人呢？你若是讲今日到四千个，比如讲我拍一个刀啊，我叫美国进不来，条件咱讲到起码咱拖刷刷嘛。所以，什么问题？什么人？谁要负起这责任？是我们的问题呀、啊！我们要急促，让他快点执政，让我们快点执政，使能够我们使我们能够减轻的负担，生活的负担。然后呢，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。哦，咱老人年金让你喝，哦，你看咱学贷、学生贷款有没有？有家里小孩子有贷款的举手，很多哈、哦，对不对？那好，秘书长也在讲，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，第一件事情要做的，高十万人的那个贷款一笔安怎勾销，安尼好不？鼓励一下，真的，这是台湾民政府，哈、哦，这个真心的摆出对人民的一个福利啊、哦，所以提升了生活，老人年轻一游，我们可以欧游、日游，哦，咱就就诶。对不对？一期咱互相留下一个电话，后一天执政啦，咱头一期领到一期，咱去免讲遐尼远啦，咱去日游，安尼会使未？日本游嘛，哦 ，Osaka， 哦，啊叫来 Tokyo， 哦，你去平遐，当当当当当叮当当哈嘞，所以讲去遐散步袂歹啊，吼、哦，日游啊，营造出我们生活休闲的环境。我甲伊讲，台湾人好贵呢。是不是呢？450个扛储地啊！嘿，敢那为着因一撮个人，底下赚取既得利益，河南少年人买不起房子，对不对？这个都要把它全部清除，清除到我们只有一个人都有一栋房子，以后咱都免烦恼啊，底安也免烦恼啊。所以以后底安那时，咱华务部会讲得很清楚哈，华务部会讲的，这就是我们台湾人永远的盼望。永远的盼望，所以我们了解，咱的努力不是白白的，咱都要讲的，咱都要讲的，会忝，来到这，有出，现在有出无？有有出的举手，有希望的举手，有望啊吼，望啊望啊，望什么？咱有希望啊啦，免惊吓，好唔好？哦，前面佫看伊时间关系吼。呀，这拢是准备迄落。咱即马吼，这就是咱爱读，咱去爱读，咱无读吼，咱无基础。啊，这是连续因为时间关系吼。啊，咱即马看后边啊，这里。咱今日吼，咱法理论述一定爱去看。咱法理论述吼，新台湾论遐有吼，你一定爱去看。你无去看吼，你根本拢无法度了解。咱即马徛伫倒。咱即马是虾米状况？接来滴东西啊，较著名诶，哦，所以咱今日民工包哥一直讲吧，台湾不是没有享有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包哥嘛家己讲吧，这都是很多实在的问题。那希拉瑞嘛同款啦，我阿妈是有滴讲啊，台湾人无多，台湾人讲我是中国，也是台湾，所以美国要来处理台湾的代志，嘛是足头痛，哦，很头痛。所以这个东西吼。哦，咱就了解讲，这就是咱即马非常可怜的所在。伊这批内底，那是讲有需要，我建议平遐考考了哦，看内底有时间、年限都有很清楚，我们可以慢慢的从这边作为一个了解。
但了解之后呢，我们知道台湾的命运，哈、哦，这边也说得很清楚，从哪里从哪里有时间，啊、哦，有时间依法这个依法在台湾实施皇民化。我为什么编为这个成名？这边都说得很清楚，什么时候发动战争？天王在台湾实行的宪法，啊、天王在宣布无条件投降，麦克萨一号令，这边年限都写得很清楚，啊、哦，我们好好去看，毕竟你是，啊、哦，成名。你是台湾本土台湾人，你这个论述都不清楚，你以后不知道怎么去，你不了解，我们不，咱不是白插刀，我们都有那个这个证据在啊，我们不是随便讲话，所以了解这一方面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台湾人啊、将来都不一样。我们从我们这个历史，为什么？自从我们这个咱台湾人控隔壁国建户的时，控告是什么时候？2006年10月24号，那台湾民政府成立是2008年2月2号，然后埃克法签了以后，那个时候是什么？那是中华民国流亡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这个因为马英九为实现他父亲集统统一，中期统一啊、然后造成灭亡违约，所以驻美代表我们是7号成立，2001年台湾政府升格，就是说台湾民政府啊。升格为台湾政府以国际正常化，啊，其实有过程的，不是直接的，啊，有前提的。台湾民政府之后升为，啊，也是有这样的前提，我们必须要了解。所以呢，日苏美战这个就是印证，啊，这就是印证。我们就是我们要了解到，我们今天很多人怀疑军人，你知道吗？他 logo 有没有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 logo？ 啊，轮胎不再有了，这个就是谁？啊、这一个我们这样看到了很多很多状况。你看人家中国啊、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航空母舰？这就是中国的航空母舰呢、啊，冒烟呢、啊，冒烟呢、啊，飞机不能起降啊，啊、他们自己的人说这个是什么？海上的旅馆，海上的旅馆，不用怕他了，他们都是一种虚的，让他们自己的百姓。啊，安稳而已的。你看，这一个地方，他没有拦截的，他下来不能下，飞机不能下。最重要的是这个沟沟啊，最沟沟啊，啊，苏联没有给他嘛，所以他的战力怎么可能嘛？是不是？他的战力，你看美国的，上面都是什么飞机，他呢，没嘛，差很多啦，不要怕，欧巴桑，马达国外喏，中国国外喏。見て、これは日本、ね、これは中国、中国は民国、不好啦，你知道不？好、哦，来了解哈、哦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已经说明很多。我们今天，哦，还是要讲我们以后的这个行政，这个旅行证是这里，啊、旅行证这里。所以以后咱的囡仔免去这边啊，啊、哦、啊，不要去战争啦，安尼好唔好？请起立。今日下课休困10分钟。